中 FRA 看来哈，其实你的脸是很对称、很漂亮，但是哈，你这边有初老的这个现象，就类似像杨伯伯纹一样。那还有就是说，你这边的黑影汇集的很厉害，所以你的法令纹最深。好，那你的好处其实就变成说，你的泪沟不明显，对，苹果肌很漂亮，但是就是法令纹的部分。那还有额头是一点点的不平整，但是一点点而已，基本上你这样子有点像是富士山的这样的形状，其实还是算好的，好，而且再加上你这边以前有受过伤，所以这边的那个组织稍微少一点点，所以这边有点凹，但是严格上来讲是算不错的。你这边因为颧骨高的关系，所以你把这个颧骨这边苹果肌的焦点一点往下，所以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法令纹这边打一点点支撑，这个只能往上，你的脸就完美了。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呢，就是把你的法令纹给撑起来。好，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真撑起来之后，你这边就往上。所以我们今天先试看看，就是这边先打起来，之后再看看你的吧，需不需要拉提。好，你会不会担心，就是说像打玻尿酸的话，维持时间没有那么久？好像会，如果我都有固定在打的话。对，你之前打过大概都维持多久嘞？大概都，我都大概半年到八个月就要打一次。OK， 因为目前的话哦，其实。有一些新的产品，我想应该是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哈，就是说所谓的抗老型的玻尿酸。好，那抗老型的玻尿酸的话，其实有加一个叫做 Manitol 的一个东西哈，那它是一种抗氧化剂。国外其实这种产品其实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台湾的话是第一次引进。可是可以维持比较久吗？其实哈，维持的久跟不久，其实还是要看部位。但是理论上的话，这样子维持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抗氧化的效果，所以它事实上跟以往的一些其他的产品有点不同，就是说其他的产品它其实就是比较强调就是生长胶原蛋白增生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个产品的话呢，它其实就是等于说帮你去吸收一些自由基跟一些让你老化的东西，换言之它其实它可以反过来就让你譬如皮肤表面的一些纹路啊跟一些比较不稳定的状态会变得比较好一点。对，其实这个是这个特别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优势。好，那我们今天就打最新的这个 Starlige 哦，那它的这个品牌名称叫做 Vivacy， 那它这个针的这个名字就叫做 Starlige， 这个就是 style 的意思 ，age 就是年龄，所以它是有抗老化的这个效果。那 L 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打法令纹。大家看我们这次打的是台湾代理商进来的产品，因为像这样子的东西在国外都已经很多年了。那有时候呢，台湾这边做代理了之后呢，因为台湾这边会管制，那几年之后才可以开始贩售。但是有时候都这种东西好东西，它其实就会已经有水货了，那其实打起来比较不会有保障这样子。那我们就开始打哦。推起来顺顺的，没有那种颗粒感。已经差很多了哦，在另外一边哦，稍等一下下哦。我觉得打起来是蛮硬的，但是不像别的牌子有那种颗粒感的感觉哦。其实手感也算蛮滑顺的。那我们今天的那个 Vivacy 的这个治疗，我们就打到这边哈。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产品呢，其实打到这种抗老化的这个效果呢，其实才是最新的玻尿酸的趋势。